So good, so good. Every single day was fun, but I wanna be with you. Baby, take my hand, hold it tight, just like you do. Feels so good, so good.6月25日下午5点，结束了14天的隔离。在隔离期间，我就已经先找好可以接待后面7天自主健康管理可以入住的酒店。接下来7天还要去社区卫生站做2次免费的核酸检测。这次从机场开始到后面的14家，期共21天，总共要做7次核酸检测。重点是全部免费，不像台湾那时候我做一次要7000块台币，真的是贵到靠北。房间有冰箱还有饮料，简单参观一下房间。接下来会在这边住17天，到7月12号。因为之前住的那家隔离酒店不能订外卖，今天终于解除隔离，可以开始订外卖了。糖醋排条加番茄炒蛋套餐，分量很多，而且很下饭。终于可以出来看电影了。进电影院都要先出示健康码，然后扫描你要看的那一间的二维码。离上次来万象城这边看电影已经相距18个月了。之前阿平我在台北经历了将近1个月的疫情3级警戒，现在阿平来到上海的购物中心，可以看到大家的生活一切都很正常，完全不用担心疫情的影响。这些都证明大陆的防疫真的做得非常的好，放到全世界真的无人可出其右。然后去对照台湾从5月爆发疫情以来出现了各种防疫不力的乱象，要普筛没普筛，要疫苗没疫苗，还去阻挡民间企业去国外购买疫苗，只为了护航所谓的台产疫苗，炒股谋财。更可恶的是搞意识形态政治防疫，拒绝大陆的疫苗捐赠，宁愿去抱美日的大腿，
接受日本不要的劣质 AD 疫苗给台湾人打，结果死了300多人，加上人祸造成的3+11防疫破口，枉死的600多700人，造成了上千条人命白白枉死。还有那个最可笑的什么世界看好了2周后就可以解除三级警戒的大内宣，结果2周后又再延2周，又再延2周，导致很多人的生计不保，很多店家的倒闭，还有像是强打残疾的乱象。最可恶的还是以疫谋毒，这一年多来整天抹黑大陆，制造假新闻，吹牛吹了一年多的超前部署，结果破功了，然后还一直甩锅给大陆，自己无能买不到疫苗也甩锅给大陆，只会用保洁的名言都是阿共的阴谋，推诿卸责洗脑台湾的人民。感受一下走在上海街头可以呼吸没有病毒恐惧的空气。有些朋友问到阿平为何会来大陆打国产疫苗，我认为疫苗最重要的还是安全性和不要有严重伤害人体的副作用。 AD、 辉瑞、莫德纳、强生等欧美疫苗都可以看到在很多国家出现许多严重副作用伤害身体的案例，以及非常多打了疫苗后暴毙死亡的案例。日本、韩国打辉瑞 BNT 都死了好几百人，台湾打日本送来的劣质 AD 暴毙死亡也快400人，打美国莫德纳也死了10几人。看看日本、美国都不打 AD， 许多国家后来也禁打 AD， 就很清楚这个疫苗其实很有问题。如果去打疫苗没得到保护，却先丢了命，这不是本末倒置吗？而且打欧美疫苗后续未来会对人体产生哪些未知的副作用，更没有人知道。大陆国产疫苗至少在这点上可以让人安心，而且国内打了10几亿次的，国外也打了超过5亿剂，基本上很少出现非常严重的副作用以及死亡案例，几乎没有。在安全性和严重副作用上明显远比欧美的疫苗要好很多。从各项数据来看，其实国产的疫苗在有效保护力上也是达到很不错的水准。以上的综合评估就是我选择打大陆疫苗的理由。我个人是完全不敢打欧美的那几支疫苗的，因为世界上没有哪种疫苗能100%保证不会被感染。
最重要的就是疫苗能防止重症和死亡，这点有效其实就可以了。另外有看到最新数据，欧美的 mRNA 核酸疫苗对变种病毒的免疫率只有20%，而大陆的国产灭活疫苗可以达到70%左右。从这点上看，大陆的国产灭活疫苗对变种病毒的防护力是远高于欧美的疫苗。收到简讯，后天6月30号可以去打疫苗。红星电影世界影城这边已经不用取实体票，直接刷二维码进场。6月30日下午来到同仁医院，要来打新冠疫苗第一针。打完第一针，从明天开始算，至少要21天以后才能预约打第二针。可是满21天再预约就可以了。对，然后打完以后24小时内不要洗澡，一个星期不要吃海鲜，先让自己的东西啊。左边袖子。今天打的是北京国药的新冠疫苗，萧敬腾也是打国药这一款新冠疫苗。去观察区待30分钟。打完疫苗到现在都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下午打完疫苗后，上海网友魔都猫哥招待阿平到他朋友开的美式餐厅吃晚餐。然后进球是单还是双，他不是这样，就是两个人互相。结合做得漂亮，后来又用了辽源，现在身体又他那个我取的，他过去做那个，现在太多了。下午打完疫苗后，打开手机健康码就可以查询到接种的资料，非常的方便。半天过去了，打完疫苗到现在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和副作用，国产疫苗赞。